本是单身的。加个微信啊。篱落飘兮折竹零落兮，坐一回断肠的孤烛。美女。有些男朋友总会用特殊的方式表达。相遇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爸爸了，美女。关门了，这会儿咱俩出去睡呀？五分钟，来得及。你看，没关门，我说来得及吧？咱俩以后别联系了啊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贵一点的房子啊？我们马上就可以住贵一点的房子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太好了。房东说下个月给我们涨房租。Hello, it's me. 他妈，只听过一三年单身一个月。爸爸，打一个打一个打一个真的是。多年以后，岂是次数过多的你？你不仅穷，而且还着急穷。说出字没应用。可有些男朋友的操作可能确实想分手，他们是认真的在教你单身小技巧。说你看个电影生什么气啊，真的是，走吧，下午吃点东西去吧。把前任钥匙都不用了，一会儿就上来。你看个电影生气。我们吃什么去啊？吃屎去吧你。不行，我有女朋友。没事，我不介意。松手！求你了。你弄疼我的女朋友了。Man, you sure not about to play, man. You a girl. Are you scared? Okay, look. So you saying if I beat you, I gotta deal with your ass no more? No, I'm saying if I win, you gotta be with me forever.Let's go in. Come here with me. Give me that. It's over.I'm single. Hit me up on eharmony.com.